Yo, yo, what's up, guys? Let me introduce my girl. This is Rolls Royce Phantom Drophead 2016 全球限量版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车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的门有多么厚。我们按，轻轻的按一下，我们就可以坐到后排。好，它会自动回来，会自动回来。啊，没有问题，很舒服。我身高1.80米，这个没有任何挤的感觉，所以我认为坐两个姑娘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。OK， 那我们出来，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窗户，我们回去只需要按住。OK， 接下来，让我们看一看这个后备箱。我们按下来之后，可以直接放平。当然，你可以坐在上面。你去beach， 去海边，可以坐在上面休息。里边的功能。OK， 这是座椅的加热。OK， 有两个，这个车有两个 box， 一个 box， 点开，这是控制车前面的标志，可以上去，可以下来。下边有控制后备箱等等一些功能。然后我们看看车的显示屏，现在是显示屏状态，那我们可以让它翻过来变成钟表。我们再来往下看，下面是一个 cigar box，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块还有一个控制的控制台，我们如果不喜欢人在外面，我们可以把它收进去。下面还有一个点烟的位置，下面让我们可以，我们看看怎么控制它的敞篷。有两个 box， 上面有两个按钮，后面是一个储物备箱。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插口，有 SOS 这个按钮，我们打开就是控制车的座椅前后。那么这个按钮是控制车的敞篷，我们把它合上。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 umbrella， 我们只需要，哇 ，nice，it's Rolls Royce umbrella。
车是 V12 Two Turbo， 动力澎湃。这辆劳斯莱斯幻影两门轿跑，OK。我们停车 ，OK。